丁文琪2017年和林宥嘉结婚后，小两口进度超快，隔年就宣布怀上男娃的喜讯令人又惊又喜。目前丁文琪怀孕约9个月，已进入卸货倒数阶段，老公林宥嘉也对即将升格当爸十分兴奋。6月17日，丁文琪翻出月初夫妻俩一起到台南旅游的照片，其中一张站在镜子前拍照时，镜面更意外反射出9月孕肚，曝光最新近况。丁文琪6月初时和林宥嘉一起前往台南旅游，趁儿子出生前把握两人时光，展开甜蜜小旅行。他日前也分享旅游时的趣事，有路人趁林宥嘉上厕所时问他 Hello， 他是那个吗？自己当下一头雾水，只好回应你们要不要自己问他。随后他更搞笑地说，到底是哪个啊。相隔约1个多礼拜时间，丁文琪又翻出旅行时的照片，引人注意的是他旁出的其中一张照片中，自己站在旅店的落地窗前拍照，玻璃镜面反射出的画面中可看见他穿着宽松洋装，9个月巨度十分明显。事实上，林宥嘉2014年认爱大自己3岁的女友丁文琪，二人交往2年终于修成正果。